母还有外婆都来了，也包括爸爸妈妈都在场。然后呢，小伙伴们他们有很多人问我要票，他们有很多也都来现场看我比赛，但因为行程的原因，其实我没有办法出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什么的。但是确实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来看我比赛，也包括家人们。